确实。卖儿子，我就喜欢这种卖儿子。哎，怎么情况？完了完喽！我要丢三台，然后这边想办法吧。可以电击守住了，运气非常好。哎，这结石血条怎么回事？死了？没鸟了吧？还救不了人。然后现在结尸开心，节奏在我手上了。听乌鸦的声音了，无所谓，我就在这边等。借尸会捞人的。反正他修不动，无所谓的，守就行了，两个。两个人都修不动，我赢了，找借尸游戏结束了。哎，虽然闪现撞墙了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吓人用的。我希望我左边是机械师，那这把节奏就非常非常好了，显示一样。那这把要打散一点。
抓鸟了吧？空姐在这儿，刚修完跑了。我不知道他在哪。惊了！还有一次机会。希望空姐起来不要偷就行了。看大家起来偷。没救到。因为没椅子啊，没椅子包捡了。救不到了呀，小伙子！是一脚了，救不到。不能丢啊，这个人。他这边两台电机在修，稳一点，我就这边等你，我等你大心脏。下不来，下不来。他肯定没开门，被脚印出来了。哎哎，怎么站得不动啊？
是谁啊？脚印。Nice。我在玩。所谓的前锋器具，哎，压到键盘了。鸟干嘛去了？我感觉这先知是空气一样的存在啊！小丑不倒呀，怎么这么较真啊？我的妈呀，好卡真的，是更新后的问题吗？卡到我怀疑人生。加鸟。还骗不出来了，这闪现。两只鸟啊。这边有个终点，你不开去修？四人院肯定是调香或者是佣兵，那我看看这个，看看集装箱。不是这个家伙。
看，你看，看那个先生，看那个先生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交鸟，那我就锤你。跟他站着不动，还在那边盯盯那个乔安斯。还有人，就你一个。没钻头。哎呀，我没有用兵不打钻是没有灵魂的呀。我得去捡个钻。现在已经到了，就在这个后面。帮他挡，那你没治愈啊，你还五层。强是在摸人，你跑不掉了呀！哎呀，我去！再回去。总感觉这次更新其实它变得好卡呀，可能是我的错觉吧，就有点掉帧。
反正都不卖车了，无所谓了。保安，怕不是我连个技能都开不了，打一刀全都是鸟。现在是个空姐，你看我难受。你信不信空姐这边鸟就满天飞了？还行，他烫板子了，挂了，我走吧。哎。不用啊，停了，我这个都没打出去啊。都不是伤，都没打那个受伤。刷人家，哎，美滋滋，刷他，刷死。早点把这个二级技能打出来，然后再锤他，就好打了。一层，两层，然后就是守一下教堂中间的，跳不跳啊？跳我就要吐你！怪不得他在跟我绕，他怕。然后这个人一吐就死。跑不掉的，还三千只，是不是碰一个三空姐？you
他们翻车就翻在不叫空姐。有一个人在往小木屋的方向跑，应该在窗户那边。交不交？交不交？嗯，直接投铁吃。还有一个人，空刀了，那就直接一刀交枪好了。有人走位有些东西，你没加速了，踩死。可以，空姐已经到了，打不了汽油刀，他肯定要直接救。没有吗？我要是空姐，我就踩死去了，不踩更好。手电机，把这个人赶走。还有心情扯丝，空姐又修不动了。哎呦，过来了。哎，
也行。看见一个人，应该不是前锋。哇，说什么来什么。然后他就给了个前锋。什么情况？这都被盖到了？真的假的？干嘛呢？怪不得这么敢救啊，原来是有鸟。累了，他跑不掉。没鸟了，应该全都交了。就两台，还有一台。他加速了，那没办法了，挂了吧。他没翻过去，我可以把他也抓了的，可惜了。这个前锋的小。我你机子，这边前锋可能要捞，让他捞。不敢撞了，换个人挂了。
换个人过来把他杀了。突然不想换了。防一手，现在别撞。 这杜杰克还挺好打的，是蜘蛛效果怎么样？两个相比，小看见先知了。哎呦，先知的大黄都不想去，算了，换一个。 抓！我希望他没放儿子，弹射。哎，这鸟叫的好，我给满分，很满意。 卖儿子想跑，挂外头不挂地下室了，把这个人赶走。我要挂地下室的话，这电机就修完了。 带怀表，听了，弹射佣兵。就他鸟，我又没抓他，你干嘛要给他鸟啊？不着急，他跑不掉的。 Hello， 我这边有丝，他应该是不敢翻。 翻了就得踩，加点四百块一点。我想打汽油刀。 算了，他修完了。稳一点，因为我怕被投。 这是选择。
欧一下呗，换个斯，等会儿。先知，那这边呢？调香师，追调香。啊，这就很尴尬了。对，抓到结石了。不亏，这波赚了。要缠个几层，他就开不了球了。盖楼，哎，无所谓。先往前。这人应该是卖了。卖掉了。但我得守电机啊，这台电机又不能丢，我又不能走。这就是个问题了。看那调香师要个去修。这边是三连，也说这屋子电机不能丢，丢了我就没机会了。在修了，不能让他修。
想办法吞他一口。12分，大概打两局，然后就晋级赛了。睁大眼睛看，321，先治好走。看见了，他去医院了。那我看看这边是谁吧。我希望是个机械师。机械师。前锋啊，就这么快，应该是结实了。哎，不知道怎么没打出去。跑马拉松吗？那不死了吗？哎，这都被撞到了，我都出刀了呀。鸟叫的好。加个速，谢谢。哎，我去。派下一个人贤之过来了，我希望不是这个怀表贤之。那不是你们两个贤之捞一个。看看这前锋和先知都有潜在伤害，两个人都救不了呀。过来送了，赢不了了。哎，
十四，给个十四，我就直接晋级赛了，千万别十二，十四，nice，稳一点，我看见医生了。大房子去了，那就把你跑大房子，我也要锤了。他出现点贼真实，大概是从色院跑到大房子的，没加速了。血赚！我捡个推进器。好卡。回，稳赚，电击还是手足？调师修完了，调师要过来了。不是强势，这里应该是，也不是吗？卖了吗？卖了，我东西去走了，卖了，走了。装个封印，然后再装个推进器。不挂四合院，四合院有两块板子。前方还有球，非常多，还有两台完整的，把球逼转，哎，又是这里，我再装个推进器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我再装个封印。把放掉加速逼出来。跳回去了。
是想捞。好卡、啊。真的卡！等我装个封印再说。在这儿，大房子，大房子也不在，这边也不在，那就回去。这修电机很慢的，前锋30%，祭司20%。有人过来了，碰瓷的呀！喂，安装加速，摊，来来来来来，摊一手，不敢摊。站动了，不要紧。工厂而已。哦，这是个核心人物哎。钻洞，我是谁过来救我？等啥呢？不能让他转大方，
这样他转到了，无所谓，我有风窗，一样追。贪呐！金挂头。 推进器之后再挂小人师，敢翻吗？敢翻吗？他翻。这祭司不长记性啊！哎，唯一就是这个图玩的少，我不知道人类出生点在哪，随便走吧。我觉得正前方应该有。 是佣兵吗？那佣兵还是祭司？先知？那还好，至少开局抓到人了。啊！都没算抽出去，这大鸟还没回来，赶紧打他一刀。 走位哦，不能让他转点。哦，发现这个地方也是够长的，不能让他转到法王了。 那我不着急打你。有佣兵啊，挂你 VIP。 哎呀，突不出去，亏死哦！二挂了，无所谓。 挂这个人，佣兵放掉吧，打掉娃娃，佣兵挂了，收益太低了，看见到了，蹲蘑菇了，这么远。 完了，可以啊。
暂时不追他了，我看一下对面那边修完了没。我赌一手，我赌你没修完。这个时候沉思，然后这边抓佣兵了，佣兵想点，不让他点。然后这两个人都有0.5倍伤害哦，我再守一守十，别吐歪就 OK。修完魔，不完就等一刀，然后这边存一点十，准备开门战。这边等吧，我怕偷啊，我不敢过去，偷了我就完了。在这边等，不急。电击停了，该过去了。过去吧，等魔人。哪个方向？看见了。这个守你，你又不敢救。哎，我要是你们，早就把这个人卖了，开了门走，快赶过去了。估计他们开了，吐一口，慢点。开了。